哎，少宇哥，你好，来来，是可乐师。哎，谢谢破费了。没事儿，大富豪，干嘛呀？还留胡子，这么沧桑，挺帅的啊。还流行吗？天乐呢？哎，天乐，这儿，走走走，参观一下。我朋友比较内向啊。来呀，少宇，哎，少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 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少宇。哎，忘了跟你说了啊，依然现在在你们公司上班呢，算是你们公司的员工。你看，你看，别老板着个脸呀、啊，是没跟你说，因为依然说了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有走后门的嫌疑，就没跟你说。你好。 小点声吧，不有客人。关我什么事？都你客人，有毛病吗你？可是你找来的。哎，这些姐，我靠，哎，你生日呀？我怎么睡过了我？现在呢，乖乖的把它穿上，出去好好的办我女朋友。你听懂了？我凭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凭。 你也可以拒绝，但立马从这搬出去吧，反正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呗。别呀，多委屈啊！凭什么呀？要不就搬走。 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来吧，别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蕾蕾、爱宝、天乐，还有天乐的女朋友，依然。这是我的女朋友，美兰妮。我说你这下手够快的呀。美兰妮特别可爱，她家里的酒店业做的特别大，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的，当个芭比娃娃什么都不做，但自己就是闲不住，一定要自己创业。 特别独立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子，什么都不做，只靠男人。怎么了？今天这么文静，也不说点什么？嗯，大家没东西吃，准备点东西。对对对，弄点啊，喝的什么的。那个，我去帮个忙，啊。少宇哥可以呀。 怎么了？这绝对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、金童玉女啊！吃橘子，依然，吃水果。哎，喝不喝水啊？喝杯水。到冰了啊？还冰的那么多事儿，您凑合喝吧啊！来，我服务您到位。 天乐，啊，跟我们说说呗。依然这么漂亮，怎么认识的？哎呦，我俩认识比较有戏剧性啊。对，我的奶奶跟天乐的奶奶是好朋友，啊，奶奶特别喜欢我，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住在一起了。哎，这我能作证啊，他俩在一块儿住挺长时间。<笑> 依然跟我认识的一女人特别像，特别特别的像。哦，是吧？
但估计性格肯定相差甚远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特别的有心机。哟，听你这意思是被人伤得不轻啊，还记仇了还啊？那时候被他坑惨了。被人坑惨了？就你啊？不能够吧，像你这么高智商还能被人坑惨了？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智商才有可能被别人坑了呢。所以田乐，你庆幸吧，依然不是那种女人。对，依然应该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头有些痛，上去吃个药啊。哎，他们先聊。嗯。哎，邵领导，那个，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啊？快吧。啊。那什么，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。嗯，那我去洗个手。哦。啊，还有洗手间吗？啊，有，楼上有，还有洗手液都有。啊。你现在不觉着他们俩有事儿？能有什么事儿呢？直觉告诉我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这不没说吗？但我觉得吧，依然这个女孩子应该不简单。一般能藏住事儿的人都比较可怕，小心点啊。哎呦，这情商怎么还一下变高了呢？啊！刚才你发现了吗，谭少宇？看依然的眼神有感情，非常强烈，绝对不是一般的事儿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回来？我想你是认错人了，谭先生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为什么回来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真的是认错人了。你刚才也说，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。是，或许只是长得像而已吧。因为尚文芳呢，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，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哦，对了，她也不会用这种味道的洗发水。让男人闻了之后浮想联翩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没错，我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尚文芳，你给我记住，有什么事找谭少宇来，别去祸害我哥们儿，你听清楚。我想你真的是想多了。带相机了吗？啊，带了。干嘛呀？
拍出来看呢。哎，你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，一块聊。我们说这橘子还挺好吃的，要不然让他给你来一个。哎，行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来来来，来一个。谢谢啊。我希望我是想多了，我更希望我是认错人了。啊，那个蛋糕好了，吃蛋糕了。别送了，我们走了。嗯，招待不周，咱下去去。哎，你们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你们在前面等我，我方便一趟啊。这么多事儿，这前面什么事儿的？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走了，最后一个。拜拜，拜拜。